谢谢你啊，别客气。又是你，咱俩怎么这么巧啊？是啊，来来，先坐下，坐下说。哎，你们学校放假了？你这是要去南京吗？对啊。哦，你们家是南京的？不是，我哥呀在南京军校当教官，我这是去看他。哦，这么说，你们家是南京的？嗯。哎，对了，那天。 是有一条围巾落你们宿舍了。哦，是有一条围巾，我当时那个围巾好像脏了。脏了没事儿，你一定帮我收好，我有机会啊归去。啊，你很喜欢那条围巾啊？那是我妈给我织的，我一直戴在身上。你中午吃饭了吗？ 我不想吃了，不吃饭怎么行啊？那有卖糖炒栗子的，我给你买一份钱啊，你等着。哎，给您，拿好啊。哎，栗子多少钱啊？3元一斤。来一袋。好，来给你钱。我尝一个啊。行，随便吃。 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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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
行李还在车上呢。 倒霉啊！ 哎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有人跟踪你，快走！不是你对不起就完了，你给我回来！你回来你！ 就要回家了，怎么这么傻，一个人担下这么大的责任？傻丫头，我要是不担下这个责任，那咱俩不都得回家吗？再说了，这个事儿和你本来就没有什么关系。你家里条件不好，你
你母亲费了那么大劲才把你送来读书的，你要是被退学了，她该多难过啊！楼管那个家伙把你害成这样，都过去了，没事。嘿，你小子没死啊？你都没死，我凭什么死？行，你小子不简单，大难不死啊！哎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你们北平不好混，我回老家。你老家在哪儿啊？山西啊，下一站就到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吗？等会儿。小子不会是跑出来的吧？放屁！你才跑出来呢！本少爷是无罪释放。行行行，你不用跟我解释，我都知道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给你到处乱说的。我是坐错。行，我都知道，你不用跟我解释啊。我到这儿了，我先下车了啊。后会有期。哎，我送送你吧。啊，嘿，你，哎，再下车。站住。慢点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啊，以后在江湖上混啊，一定得小心点。亮亮，走了。把里面的绷带取一下，来，处长，您的伤还没好，不能拆绷带。叫你拆就拆，快点！医生说了，你的伤还没好。哎，这小鬼，王队长，这什么能不能拆啊？王队长说那伤还没好，非要把绷带给拆掉。哎呀，既然不让你拆，就别拆。嗯，正好明天啊，我要派人送你们去万瑶谷。你说这路上颠簸，你这一拆了啊，明天就得上路啊。先这样吧。还有，小赵用不着送我呀。他跟孙教授比较熟，还是让他去迎接孙教授吧。不是，就这么定了。好。人呢？跑了！快追！快追！哎，狗哥，你跑到西安干什么来了？我没打算来西安的。那你这……我本来是要去南京找我哥的，但我错过了火车，
恰巧碰到了你。哎，这事儿都怨我。这样，下午啊，还有一趟去北平的火车，你买张票回北平，然后马上转车去南京找你哥哥。我先走了。哎，孙教授，那您去哪儿啊？您可不能不管我。这西安我人生地不熟的，现在怎么去火车站我都忘了。再说了，我本来就不想去南京的，要不然我还是跟着你走得了。这样，你先到北街有一家老郭家羊肉泡馍馆等我，吃点东西，下午我回来带你去个地方。哎，您可千万别不管我啊。主编，我去一趟西安城门口，警察正在抓学生。那去吧。哎，注意安全的。好嘞。小宝，应该没事。小宝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啊！你怎么样？没摔着吧？要不要去医院呢？去什么医院呀？现在警察和特务都在抓学生，我得赶紧过去。警察在抓学生？对啊。那你还能骑车吗？我不知道。这样吧，你去哪儿我送你。你会骑吗？会不会骑，上来再说吧。慢点啊，坐稳了。哎，怎么走啊？往前面走。我是个记者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司马迁，你叫我杜甫李白也行。出来，开我！别动！放开我！别开我！别是不是找我们？快点！放开！快点！为什么要找我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抓人啊！有走，放开！哎，放下，放下！放开我！老实点！你凭什么抓我？放开我！凭什么抓我们？把我放开！你们凭什么抓我们？放开！非法停位，有通货嫌疑，都带走！放开我！少废话！快点，别枉法了！你们还有没有法律了？老实点！干什么呢？这里不能拍照。我是《刑警日报》的记者，我有权利拍照，你不能干涉新闻自由。把相机交出来。凭什么抓人啊？放开！放开我！凭什么抓我？快点！少废话！快点！别枉法了，你们还有没有法律了？老实点！啊！我刚才没有拍照啊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别狡辩，交出相机，不然把你也抓走。放开我！你是不是杀人啊？没有啊。放开我！你是不是杀我？哎，队长，你看，那是什么人？在那儿呢。谁是那个年轻人？追！有没有法律啊？跑不了庙，你不就是《刑警日报》的记者吗？老板，刚才是不是有个年轻人在你这儿吃泡馍？这么高，跟我穿一样的衣服。哎，
对，有。他人呢？哎，我跟你说，那个年轻人往那边去了，去哪儿我就不知道了。好，那我去找找，谢谢啊。扎把劲儿。可以的，但是你好沉呐。哎，到了。哎呀，没事了。哎，这也太刺激了吧啊！可以吧？行了，给我吧。什么呀？啊，你们说我差点都忘了。来，哎，你们得谢谢我呀。我谢谢你，还给我。有这么谢人的吗？那行吧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本小姐骑车送你啊。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哎，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送你。这个怪人还挺有意思的。主编，我回来了。怎么样了？全都拍到了，那些警察和特务在城门口乱抓无辜，限制新闻采访拍摄自由。好，就用这两句话做标题，赶紧冲洗照片，明天见报。好，大伙儿都动起来吧。这不是您吗？我认得您，您救了我家孩子，我没来得及谢谢您呢。不用客气。哎，对了，刚才有位先生到这儿来找过你，是和我穿一样衣服那位先生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他往哪儿走了？往那边去了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小伙子，别追了，他走了快俩钟头了。小伙子，饿了吧？可不是嘛，这一天都没吃饭了。我去给你做碗羊肉泡馍去。谢谢啊。想死你了，你怎么穿上军装了？对呀，我考上中央军校了。军校，太厉害了！你也不写信告诉我呀？写信告诉你，那还有惊喜吗？那惊喜完了，帮我拎行李吧。啊，这么多呀？哎，快点儿。哎，走。什么去？快报过。高教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来接我妹妹。没想到你还有这么漂亮的妹妹。啊，我妈在他们家做长工，我们俩一起长大的。哦，是这样。高教官，您怎么在这儿呀？啊，我来接我的弟弟，这人都走光了，也没见着他。哎，你刚管他叫什么？哦，忘了介绍了，这是我们中央军校的高教官。你好。高教官，那你弟弟是不是叫高哥啊？对呀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这就对了，他行李就在这儿呢。他人呢？小二，过来跟报纸。卖报，卖报，来，喝口水。兄弟啊，
看完借我看看呗。好啊，看完给你，谢谢啊。切，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好歹也算有了一张你的照片。司马迁，他不是受过宫刑吗？不能娶婆姨喽，太可怜了。那还是叫杜甫或李白吧。哎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站住！我必须得找到他。孙教授，考哥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他们有人在追我，别听，快跑！跑！你们，老师，你们快走！好，我掩护你们。追！哎！什么事？这是，给我站住！追！是你啊，是你，司马迁。不是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到处撞人，谋财害命啊你啊！我谋财害命，要不是你突然冲出来，我能撞到你啊？你没事吧？来，起来，看看。行，死不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有没有看今天的《晴天日报》头版头条？你不说我还忘了呢。那照片是我拍的，你稿费给我。这么财迷啊？给你啊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跑什么？抓起来！不是，你们凭什么抓我？他犯什么错？你们要抓他？大小姐，让您受惊了。这小子一见到我们就玩命的跑，我怀疑他不是好人。谁不是好人了？你兵法大刀，你才不是好人呢！就是这小子，快给我抓起来！等一下，你还认识我是谁吗？你不是昨天那女记者吗？那你是不是也想把我一起抓了呢？说对呀、啊，小子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要敢动他，老子毙了你！我管他是谁，天王老子我也得抓！你们几个混蛋给我听好了，他可是我们西北军梁将军的千金，倒是冲了龙王庙，对不住，对不住。还请梁小姐多担待。过来。大小姐，这个人我得带走。哎呦，骨头疼，是不是被我撞的？有可能。这小子是装的吧？刚才还好好的呢。给我闭嘴！哎呦。哎呀，我送你去医院。走，轻点，小心，轻点。走，去医院，跟着他。拍照片的这个人呢？没抓着。废物！我们本来抓住他了，但他被西北军梁将军的女儿给扣下来了。西北军有点意思，我早就听说西北军里有不少亲共的人，等我抓到他们，看他们怎么解释。大夫呢？愣着干嘛？找大夫去啊！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哪疼啊？哎呀，疼死我了！你快找大夫去！哎呀，
去哪儿了？让他跑了！别让他跑了！不许走！他就在。哎，病人呢？大小姐。我就说他是装的吧，那小子肯定有问题，给我出去！高哥，孙教授，跟我走。怎么样？我说他是装的吧？大骗子！大小姐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有车。好，走。五妈，刚才小翠去车站接我的时候，我看见她穿军装特别好看。我们家这丫头呀，我算是管不住了。我不想让她上军校，她自己非得要去。我觉得挺好的呀，您干嘛不让她去啊？哎，我妈呢？妈，我回来了。妈，哎，妈，小婉回来了，妈，妈，别叫，快过来，别叫，你是谁啊？你是谁啊？太，太太，是大小姐回来了，太太。去你那儿，你那儿能打枪吗？不学打枪那叫军校啊？啊，如果能天天打枪的话，我就跟你去。弟弟，天天打枪那是士兵，那是要去上战场的。在军校呢，主要是学习军事思想，不学军事思想能有前途啊？军事思想，我才不去呢，我还不如待在北平上大学呢。再说了，军校规矩又多，管得又严，我可受不了，我不去。我这跟你说了这么多了，你怎么不开窍啊？行了，大哥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就踏踏实实啊待在北平了。今天高兴吧？高兴，今天的戏真好看。哎，小婉，你回来了，这是你贵姨，赶紧跟她打个招呼。我妈是怎么死的？这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，说不清楚，是你不敢说吧？走吧，老爷，今天我累了，腰都直不起来了，咱们早点休息吧。老爷，这照片太晦气了，不能拿进来，会冲着你儿子的。啊，小婉，你冷静点。你心虚了是吗？是你害死了我妈，你这个杀人凶手！小婉，你这个恶魔！老爷，救命啊！我的肚子疼痛，哎呀，走走啊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救命！快走，停在那儿了，抓着他们！哎，抓住那两个孤岛疯子！赶紧进来！哎，走到。给我挨家挨户的搜！军爷，这怎么？哎，军爷，
军爷，军爷，你们慢点，这衣服是别人的，哎，小心点。军爷，你让你兄弟慢点行吗？这些衣服都不是我的，都是人家的，我赔不起呀。报告连长，没搜到，厨房也没有。报告连长，没有，也没有。军爷，您这是找什么呀？撤。安全了，出来吧。啊，好。啊，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你啊？哎，咱俩见过，你忘了？是你啊？对，是我。鄙人姓孟，大伙都叫我孟夫子。啊，在这开了个小裁缝铺糊口。你们二位这是？啊，我叫高哥。这位啊，我们啊是做生意的。这西北军呢，以为我们是可疑分子，这不满大街的抓我们吗？这些当兵的就会诬陷好人，我刚来的时候也被抓过。为什么呀？我是东北人，日本人占领了东北，我就逃亡到这儿来了。可没想到我刚一进城，就被西北军给抓了，说什么可疑分子。结果查半天也没查出什么，就把我给放了。怪不得你会帮我们，同病相怜嘛。那你们二位下一步有什么打算？既然孟先生这么说，那我也不客气了。能不能帮我们出城？出城啊，想想办法应该可以，但你们出城要上哪儿啊？想去陕北看看，看看那边山货的行情怎么样。哟，这巧了，我刚好有一朋友经常去那儿拉货，正好可以捎上你们。真的？太好了！今儿天色不早了，你们先在我这儿睡一宿，明天一早出城。小婉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昨天刚把你送回家，为什么呀？我没有家了。没有。我来找小翠的。哎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来来来来。你呀，先在这儿住下，我给你找身军装，临时穿上。哎，过来。箱子打开看看。好。哎，你过来。哎，对了，谭公子要从南阳回来了，要去西安投奔他舅舅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他来信了，老爷念给我们听了，他信里还提到你了呢。哦，他现在还一个人。你们两个以前感情这么好，要我说。你就跟他去西安，他舅妈不就是你姨妈吗？你们两个亲上加亲，这正好了。怎么了？这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他心里肯定是有你的，不然他心里为什么听你？可是我现在哪有心思去想这些事啊？哎呀，我的小姐，你总得为你自己打算打算吧。好了，小翠，我们不说这些了。要不然我也来军校吧，这样的话以后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了。不行，绝对不可以来这儿。怎么了？你从开始进门就一直怪怪的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孟夫子，你们怎么才来啊？张师傅。这两位呢，就是一会儿让您送一下的军官。我可说好了，我只到延安。啊，没关系，送我们到洛川就可以了。行，那上车吧。好，老孟，回去吧，辛苦了，再见啊。再见。哎，老张，送我回城。我这儿可是有两位长官，他们要出城去。长官。
回去吧。团长，你找我？是这样，洪大到胡副主任啊，请求咱们帮助。什么事儿？有一位同志从北平来，这两天就到。你这两天留意一下，为了保险起见，多带几个人。兄弟们，昨天有两个可疑分子混到咱们西安城，很有可能是共党。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，仔细搜查每个街道，千万不能让他们混出城去。是。连长，那个人长什么样子？一个年轻的小子，另外一个年龄大点，反正看着像共党的，全部给我抓回来。刚才我在城外看到两个军官。军官，你说个屁！不是，那两个人我都不认识，还有一个人送他俩，那个人我认识，是老孟财富部的老板。手里拿什么东西了吗？拿着行李。什么行李？一个人拿着黄箱子。那就对了，就是他们。蹦哪去了？不知道，搭老张的车走了。老张的车？那是奔洛川延安一线的。你马上带人去把那个裁缝铺老板给我抓了。是。弟兄们，跟我进去。哟，金爷。你们为什么抓我？我犯什么法了？你窝藏共党，带走！我没有啊！小心点！快，还快点！好。那边跑了，快下车追！跟上，快追！是，别跑，干什么？石团长，这好像不是咱们要接的人，像是西北军自己打起来了。看起来像两个逃兵。是吗？咱们这逃吧。李班长，你带几个人去前面封锁。是。小赵，你带几个人去后面拦截。是。您是孙教授，你认识我？哎呦，孙教授，来来来，我在北平听过您讲课，我叫王越南，是这儿的团长。哎呀，你好你好，王团长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我们刚才还在考虑怎么别当俘虏呢。一场误会啊，让你们受委屈了。哎呀，别客气，我们这次来啊是想去瓦窑堡的。瓦窑堡是哪儿啊？这位是啊。这是我的学生高哥。你好。你好你好，欢迎啊。哎，刚才那枪声没把你吓着吧？小意思。好，这样咱们上里边休息休息，吃点东西，然后我派人啊送你们去瓦窑堡。好，谢谢王团长。孙教授，咱们来这儿到底干嘛呀？哎呀，别着急，休息休息再说。来里边请。行。好。哎，
把他伤处理一下，带走。到了，这就是瓦窑补了。高哥，这就是咱们要来的地方。啊，就这儿啊？对。这儿这么荒凉啊！真是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啊。你呀，别小看这地方，这是咱们中国革命的新的起点。首长，咱们赶路吧。走。你好，同志。您就是孙教授吧？是我。你好，我叫徐春英，是这里的指导员。你好，郑处长已经等您很久了。我叫高哥，是孙教授的学生。你好。您好。来，请跟我来。好，走。报告。哦，春英。郑处长，你看谁来了？谁呀？老孙，你穿这么一身，我认不出来了都。老郑，终于又见面了，终于把你们派来。我们这一路到你这儿来，真的是不容易啊。怎么样，现在伤怎么样了？没事没事。这位是，老师，您不记得我了？我是个学生。手上拿着勃朗宁手枪那个学生？对对对，就是我。哎，老孙，来坐下来，坐下说话。上回你救了我，今天总算是有机会当面谢谢你啊！请喝水，请喝水。哎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我这净添乱了，多亏了孙教授。明天就将奔赴战场，今夜月下倾诉衷肠，脚下的路太短。太短，心中的情太长太长。烟和水有你笑什么？我不是看见了这离别的泪光。无情时光在流走。